请两位长官可以把口罩好。让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下镜头。让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下镜头。我们希望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怎么会比中指？拜托，我那你们都塞真坏耶！我只一只手拿着，一只手把它撑着，哇！你们给我干嘛？当然也很希望柯市长能够与我在跨年晚会上与市民共同倒数，见证台北挺过疫情，还有迎接新的年度的时刻。跟你讲哦，我每年跨年晚会不是在家里读书，就在家里睡觉。我要不是当市长，根本就不会来。那只是我儿子才来参加的，我怎么会来参加那个？所以尽量不要找我。请两位长官可以把口罩好，让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下镜头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可以分享给下任的市府。希望想问一下，你今天怎么会比中指？拜托，我那边你们都塞真坏耶！我只一只手拿着，一只手把它撑着，哇！你们给我干嘛？